这个伫市面上，咱大概看会到的一个这个咖喱吼，咱咧讲的咖喱吼，这因为这就是为对日语这边来的吼，这日语是安怎来的？因为呢，这个英文翻译来的吼，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这种普遍翻译的这名称吼，咱已经习惯吼，这物件就是安尼。一个这个讲法吼，所以伫台湾咱来讲咖喱吼，但是呢，这个加肥吼，咖喱呢，伊有一个就是讲上直接看到就是这个氯化钾吼，氯化钾吼，氯吼这个氯化钾这上普遍，搁一个就是这个硫酸钾吼，硫酸钾吼，然后呢有这个硝酸钾吼，硝酸钾吼，然后搁有咱咧用的。这种要搁有较直接用到吼，这大概就是磷酸一钾吼，磷酸一钾吼，这大概是普遍伫这市面上呢。那么有较看到这几种的一个这肥料当然有诶讲阿婆也搁有吼，搁有这种啥物啥物啥物钾肥哈。那么伊是这个碳酸氢钾吼，这嘛有吼，但是呢毕竟吼这种物件呢稍微少了一点点吼，较无遐尼普遍吼，即即种伫使用的一个机会吼，唔是讲无吼，就是讲了较少少寡吼，所以大概是安尼一个规定吼，所以即个咱咧讲的一种即个红咖喱吼，因为呢伊普遍因为即个氯化钾红咖喱吼，因为红，所以咱叫做即个红咖喱吼，因为即个氯化钾吼。有当时啊，伫即个制作的即个过程当中，因为伊咱咧用的即个肥料不用特别一个，唔免特别讲非常的即个纯嘛吼，伫一定的即个稳定呢，即个通常都会晒吼，所以呢一般来讲因为有含有的这种即个铁离子之类的即个物件，所以通常那么伊都会去有一个红吼所以即氯化钾通常做出来是即个红哈，那么会稍微有一点红红的哈。那么这个咖呢，对作物来讲有啥物款的这重要性？其实作物呢，你那是放火甲烧哈，烧烧春落来，这个呢，以差不多这个干物种来底哈，干物种来底呢，伊的这个重量哈，足足啊一部分哈。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讲，除了碳以外，烧春的嘛哈。那么烧不起的哈，这通常就是有一个钾哈，就讲这非金属的，就讲金属这个物件。好，所以家里做不的这新陈代谢来得非常的这个重要。比如讲光合作用产物哈，这种酶一个系统然后一挂这种新陈代谢以后一挂营养分这运送，然后这个。蛋白质吼，能被这个代谢合成，加着碳水化合物这个作用，等等这个过程呢，这种含这个高足大这个关系。那么一般来讲，咱咧用呢，通常就是讲，都只要讲到足侪种吼，这个氯化钾、红咖喱吼、硫酸钾吼，那么各有这个内底磷酸一钾、硝酸钾、硝酸钾，伊这有因为硝酸根一个够。除了钾以外，才含有氮哦，所以这伊唔是纯粹的这钾肥。但是伫这内底，咱要去标示的时阵吼，真侪好朋友讲有够一种氧化钾。其实这氧化钾是一个换算吼，就是讲古早时代因为很难去测纯钾这量，所以就是这物件呢，甲伊烧过了吼，这去测伊的这氧化钾，用氧化钾做一个标示的一个量，咱就知影讲这内底钾是偌济。比如讲红咖喱，通常伊就是含氧化钾吼，可能的将近60%，一般是差不多60%，是所谓钾肥内底伊算讲占比是上广的。硫酸钾吼，硫酸钾呢，大概就是50%。那么各有一种的棕榈灰吼，这灰乌小小的，这嘛是当做这个钾肥吼。那么这种通常是安尼。那么到底这种钾肥要安怎去用吼？其实有诶会甲你讲这个有纪律作物吼，虾米款的这，但实际上即马吼，即马呢已经是无咧所谓这种纪律吼，这纪会吼。
这已经是啊，因为你听到纪律作物改成那是有氯离子的袂用进吼，这种其实啊，这是翻译的这名词，即马已经是无人安尼咧讲哦。即马呢，大概会去讲的，就是叫做氯敏感吼，就是讲伊可能对这个氯离子呐较侪时阵，有的作物会较敏感吼，还是讲会去影响到某一种的这品质。所以这内底吼，这内底呢。啊，咱一般来讲吼，就是讲比较较敏感的一个，这个啊，这个作物啊，这种敏感有的就是讲啊，伊可能对伊的一个这个含量吼啊，伊的一个变化吼，比如讲那里啊较侪一束啦，啊是安怎吼，那么伊可能就靠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讲啊，有一个这个特别吼啊，是虾米款吼，这种的这啊，大概起码吼，起码呢已经是足少人去咧讲啊，咧讲的一个这个智力作物吼，所以一般来。讲拢会讲是叫做比较较熟悉的氯吼，就是讲啊，伊对这种氯较敏感吼，所以咱咧用的时阵有一款物件可能得爱注意到，尽量卖吼，这个氯呢啊，这个含量伤过头多吼，比如讲啊，这个有诶吼，比如讲氯离子伤过头多哦，这个烟草是第一名吼。那么草莓哦，啊，这葡萄哦，啊是讲像这个马铃薯啦，啊，咱这个柑橘类哦，这种物件哦，啊，但是讲阿婆啊，柑橘类对氯较敏感，啊，你是安怎拢叫人用这个啊，用这个红咖喱哦，因为呢，这个啊，这氯离子很容易流失掉哦，等于讲伊较敏感哦，伊对这个量。啊，那是超过吼，伊可能就会了解反应，有啥物反应？通常有诶，咱咧讲诶，就是讲会了解较酸味啦吼，所以这大概是啊，这个道理吼，所以呢，这一般来讲，咱会去啊，稍来甲伊这个注意一下安尼吼，这通常啊，对这个氯离子较敏感诶，这个通常是啊，伊也是体内会去累积，但是不一定吼。不一定也食足济，所以你就是讲，这个红咖喱吼，你千万袂使提来家做这个页面肥。有的人讲迄无差吼，用较少咧就好啊。但是呢，啊，一般来讲吼，做本咧对这个氯离子拢较敏感吼，所以多数呢，啊，咱尽量吼，就是尤其一寡这个做本咧会特别的这个啊，你较敏感小块吼，这什么物件呢？啊，这个比如讲像咱的一个这个烟草吼，薰叶啊是第一名吼，马铃薯吼。那么有一寡这个根茎类吼，就是讲你氯离子呐，伤过头多，那么伊可能的伊的一个这个块茎啊，是淀粉的这含量呢啊，会这个降低。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这个现象哦，比如讲含芝麻磷脂啊，比如讲这个蚵啊吼，这氯离子呐无够的时阵呢，伊的块茎吼会显得有一点较水。哦，这点都也无好食吼，所以你讲伊氯离子敏感无敏感吼，其实啊，即内底吼，即唯一吼，伫对着即个品质影响上过头大吼，即多数咱看的通常是即个啊烟草吼，所以烟草你啊，比如讲用薰叶啊，你尽量就卖用即个啊，你种即薰叶啊，伊即个氯离子呢，去影响到伊燃烧性吼，所以一般来讲啊，即个薰啊的肥呢，拢会用。即、这个正咖喱，啊像咱柑橘类哦，柑橘类呢啊，伫即个买季的时阵吼，咱啊总共甲即个氯离子的这量降低，啊伊通常呢表现出来就是啊较袂遐尼啊一个即个酸味吼，有即种的一个效果，所以有诶咱会伫买季即只只，那么会去使用它吼，并讲用正咖喱吼，用即个硫酸钾吼，即大概啊最主要吼，咱咧讨论即个物件时阵呢，那么上重要就是即个氯离子的这问题。好，那么这种呢，通常包括像这个像葡萄哈、哦，葡萄呢啊，你若是讲以这个氯离子，好、哦、这啊，其实应该是吸收太多啊、哦，但是呢啊，咱葡萄要好这个作物呢，也吸收太多的这个氯离子，除非啊，你就是讲在这个叶面上啊是啥物去用哈、哦，但是这种你在热的时阵，起码在这个研究上呢啊，并不会发现你对着这个。啊，这种作物内底吼，是不是有足大的一个影响哈、啊？所以这啊，这部分来讲呢，所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哈、啊。所以一般来讲，像有一挂这个作物哈、啊，比如讲像这个单子叶内底足济哈，比如讲水稻，比如讲像这个单子叶哈、啊，这尖叶的这高粱哈，啊是讲咱一挂这五谷哈，这个番麦哈。这种呢，啊，你若准讲，尤其像水稻吼，这氯离子呢，好像对伊的一个啊。
这种环境的抗性有一个这个增加，所以呢用红咖喱吼，就无啥物款的这个问题吼。所以我来讲啊，这种物件就是讲咱卖单独去偏吼，这真侪人会甲你讲啊，这水稻用这个红咖喱的较粗细，所以叫你要用正咖喱吼。这正咖喱一般咱咧讲的就是这个啊，这个硫酸钾吼，但事实上这个是不太对的吼，这个是不太对的哈。那么所以呢，这应该就是讲你要去了解到，因为这个氯呢有几大一个比较较大一个这个作用，然后伫这个啊作物内底，大概咱常常咧讲的讲有一个啊，伊其实是一个伫作物的一个这个体内吼，这啊算是伫这个含量还算不少的一个这个微量元素哈、哦。那么伊的流动性足强呢，吼、哦，所以通常呢啊，伊最主要的是讲伊这个氯呢啊，伊会当参与这个光合作用哈、哦，并讲啊，伫伊这个门吼咧、哦、氧化这个、氧化系统的这个过程内底呢，啊有一个这种啊氧的这个产生这个过程呢，这需要有这个氯离子的这个调控。那么搁一个就是讲这个啊液面吼、哦、气孔的这个调控的时阵呢，啊这内底通常是氯吼、哦、啊也做一个这个含钾离子一个带正电解带负电吼、哦、啊也调节叶片的这个气孔的这个开张啊，这部分呢通常是氯离子，因为伊的这个移动性较好诶吼，所以啊，这个气孔的这个开张呢，伊会当去调整吼，所以通常这是气孔的这个啊，伊咧喘气的时阵，这个运动，这个要开要关，这含氯离子有足大的关系。所以你若准讲用红咖喱吼，这含氯离子的物件去甲喷伫这个表面的时阵啊，浓度稍微高一点点，伊伫这个气孔的这个开张呢，就会受到这个啊部分的这影响。所以为什么讲这红咖喱氯化钾吼，这氯化钾呢未使去喷表面啊，这足重要。这原因其实是这个氯离子的物件尽量是。卖甲摕来即个喷血冰，好、哦，那么因为这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即个气孔的即个开张的即个情形，即、這个。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啊，伫即个作物内底吼，你啊作物的即个细胞内底有一个足大迄个气泡吼、哦，应该是叫做液泡吼，即内底呢伊会累积啊，保持吼伊个细胞会当安尼碰碰吼、哦、啊，咱咧讲来讲叫做一个压力啦吼、哦，一个液泡的迄个渗透压，而且渗透压即个调整。啊，这样 pH 值做大解决关系，这内底呢，啊，爱氯离子去改做解决调控，吼、哦，这内底这最主要，所以这个作用以外，够一个就是讲这个细胞的渗透压，吼、哦，这氯离子伫作物内底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拢是含这种。啊，伊个渗透压就是讲伊个即个内底浓度吼，即啊伊个即个细胞的膨压吼，伊爱啊维持就是有一定的即个碱分，啊有一个电荷的即个平衡，因为即移动性足强的即个关系吼，做氯离子伊个移动性比做物的即体内移动性足强，所以你甲看到啊，伊一个即、這个。啊，渗透压的调整，以及个液泡，以及个气孔的这开张，这拢含渗透压有关哦。所以氯离子伊上重要，这所在伫这个管顶。所以你若准讲去甲用吼，这通常呢啊，伊就会出问题啦吼、哦。所以一般来讲，进前咱咧讲的话，激励作物，激励作物吼，其实啊，这个观念你若去看到迄个册咧讲激励作物啊，表示讲伊个册呢，可能是含阿伯啊变老啊啦吼、哦，这应该就是起码已经到。无这种的这个讲法，一般拢会建议讲啊，应该是叫做对氯吼、哦、比较这个敏感。敏感就是讲你咧用的时阵小注意者，唔是讲这个物件剂氯改成是袂使用，袂使有氯离子，唔对吼、哦。这其实呢啊，这物件就是讲有一点点啊吼、哦，这伊对这个啊一个量吼，伊、哦、可能较敏感，有可能伊需要这个量较侪，有可能较少，但是不一定。但是伊就是讲，那是这个量内底有小化有一个。啊，你要一个变化，爱通常的会表现出来安尼吼，所以这种呢一定爱稍来注意着吼，所以啊，咱咧用这个啊，比如讲甘蔗类，咱咧做甜啊是啥物款吼，这通常呢啊，这个是可以去用它吼。啊，所以有一个有人家归类出来吼，比如讲像水稻吼，这种呢，这个是啊，对这个氯离子呢，这个特别喜欢吼，所以这种呢。啊，你若是水稻呢，你得红咖喱吼，这特行啊，你得卖去考虑什么正咖喱的这问题啊。你讲啊，我用一撮正咖喱够要紧，无要紧啦，吼、哦，这无啥要紧啊、哦，这大概是这个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有一挂这个作物啊、哦，比如讲像薰叶啊，这完全是
啊，伊会去影响到品质足大，所以这通常是较袂去甲卡袂吼。那么另外就是讲像这個葡萄啊，还是讲啊，这个尤其像草莓，草莓对这个乙烯酯做敏感的吼，所以这個氯离子在用的时阵啊，爱注意吼、哦，这個、大概是这个道理啦吼、哦。所以啊，像这个柑橘类啦、辣椒啦吼，还、哦、是讲像咱啊一挂这个柑仔面，柑仔面吼，要无辣椒遐尼啊，这个敏感吼、哦，啊，但是就是讲。啊，有当时啊，咱也是小夸家己控制一点啊，这个氯离子卖遐尼啊多，那么有当时啊吼，就讲按啊氯离子位对来按家己上多，吼、哦，咱用的这个肥料内底啊，可能是这个氯离子的这物件呢会比较多。多一点点的通常是这个按家己，吼、哦，这大概是这个道理啦，哈、哦。那么啊、对着这个氯离子哈，比如讲像各类菜，比如讲这个青菜哈。哦那么葱头哦，这种尖叶的哈、哦，那么这个水稻哈、哦，这个番麦哈，或、哦、啊玉米哈、哦，这种尖叶的这呢，茄啊，荷兰豆哈，这种啊、这个通常你那是氯离子呢加用过，啊这啊、效果呢这通常的较好诶哈、哦，这一般来讲呢啊，伊对这种氯离子的弹弓非常的钝感哦，这加用过哈、哦，好像对于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你也发现讲。在一挂较耐高乙烯的一个这作物的时阵，你通常啊，伊的一个这个反应就较无像你啊，一个敏感哈、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对着这个氯哈、哦，这有的人讲啊，伊啊，什么物件特别这个敏感哈、哦，这有当时啊，就是讲在土壤内底哈，伊、哦、还有一个。啊，适当的一个这个氯离子，但是卖超过头济哦，比如讲混油啊，比如讲含钾吼，其实嘛惊伤咸吼。啊，这个莴苣吼 ，A 菜哈 ，A 菜这类也是讲像这个草莓哦，还是讲葡萄哈、哦，这个茶啊，柑橘类哈、哦，辣椒哈、哦，啊，这个。啊，这种香菜、西瓜哦，啊茄啊，这个茄哈。哦真侪拢会去讲到，讲伊对这个氯离子啊，那伤过头济吼，这比较不适应吼、哦，这大概啊，所以这种吼、哦，目前这是一个普遍吼、哦，因为啊，好像这样子去讲对吧？但是实际上啊，今嘛搁较侪侪这研究内底发现哈，搁较侪这研究内底发现呢，适当的这氯离子呢啊，对着伊的一个品质呢。啊，有足大的一个帮助吼、哦，所以就是讲你卖一定，就是讲啊，爱注意到这安家里呢，你也当适当去用吼、哦。啊，你也是讲啊，比如讲像柑橘类哦，伫这个较尾期的时阵，小可改调整一下，其实也不错。但是因为氯呢，就容易流失掉，所以一般来讲啊，伊伫这个有呢，就较影响较无遐尼大吼、哦。所以呢，通常咱会小改控制一下吼、哦。那么因为卖伤过头济一个这个量啊。的较无即个问题吼，就是讲咱咧讲的较酸味吼，即大概是安尼。那么这是安家里的这部分，咱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即个氯离子的这个问题。那么正家里吼，即正家里就是硫酸钾吼，啊即硫酸根啊，所以目前就是讲啊，伫咱咧应用的时阵吼，你若总讲会当小看来甲伊做一个即个调配，那么伊就当去减少掉。哦，减少到这种啊，这个氯离子伤过头济，一个这个问题嘛，吼、哦，所以啊，这种的这个效果，吼、哦，这有当时安尼啊，有这款的这个好处，吼、哦。那么在这方面大家看起来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在这个应用的这个当中，那么一定要去注意的这个要点，吼、哦。那么这种这个有人讲正家里，吼、哦，会当加热挂。这较无要紧吼，这唔是啦吼，因为啊，这硫酸钾其实你落伤济时阵呢，那么其实问题也是很大吼，这肥料拢是同款吼，都袂使啊，都不能下太多，但是就是讲啊，你那是会当伫适当的一个时间啊，配合这个。啊，这种有来用吼、哦，这啊效果呢会特别的好吼、哦。这通常是咱啊必须要甲好朋友讲的这重点，尤其伫这肥料内底。啊，因为这硫酸钾拢通常是啊为这个氯钾矿氯化钾这个开采出来了，那么去甲这个重新个制作过。啊，因为它没有氯吼、哦，所以通常伫混油啊，伫这个葡萄啊，还是讲像咱用的茶哦，这茶呢啊，还是讲像这个马铃薯哦，这类的呢。
啊，这效果呢就会好一点点吼、哦。这通常是有这款呢，一个就是讲啊，但是你马铃薯吼做处理的，真侪人讲马铃薯对氯比较敏感吼、哦，这个好像是对的吼、哦。但是呢啊，你一直拢用这个，就是讲你完全不给它氯离子的时阵呢。啊，黑马铃薯水哈、哦，不耐储运哈、哦，啊，这个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哦，这个也是啊，很特别哈、哦，很特别这个所在。那、一般来讲哈、哦，啊，咱咧用的时阵，你唔免特别过去考虑讲是这个氯离子的这个问题啊，是安怎哈？上重要就是讲啊，这个啊，伫汉地吼，伫、哦、咱这个水果园吼，伫园咧，你用硫酸钾拢无要紧。哦啊、但是伫水产内底，吼、哦，伫水产内底呢，那么你一定爱小注意着，吼、哦，这个物件呢，啊，一定伊会真容易，吼、哦，伫水田内底，吼、哦，这个物件，啊，因为伊硫酸根的这关系，吼、哦，所以呢，啊，伫水田内底呢，比较比较无讲真适当，吼、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伫咱较酸的这土壤内底，吼、哦，那么一般来讲，硫酸根嘛，吼、哦，你。加咖喱的是硫酸钾，硫酸钾呢啊是这种它也不是很淡哈、哦，这些物件就是讲，以这硫酸根伊买吼，土壤内底一个这个酸性的增加，啊酸性增加的时阵，你那是这个所在含铝的这个量，比如讲像白藓土一种所在，那么你有当时啊铝含量上过头高啊，这买酸性对做不了这毒害哈、哦，所以通常你需要配合这个溶磷菌啊来改这个使用。那么伫即内底，够一个就是讲，拄只咱一直咧讲着讲，即正咖喱为虾米不爱滴咖？咱好比讲啊，即水稻唔通去下正咖喱，水稻唔通去下正咖喱，吼，因为水稻你若下即个正咖喱硫酸钾，伫即硫酸钾有一个硫酸根嘛，吼，硫酸根伫即堵水的这情形之下，啊，以即个硫酸根会还原变作即硫化氢，啊，硫化氢就是你。甲偏就是一个臭水果味，臭水果味，一个臭鸡卵迄种味，这种就是叫做硫化氢。所以伫水产内底哦，足侪人甲你讲啊，人即个某人讲这种啊，下即个正咖喱啊，加即个水果下正好食，啊，下正软丝啊，是安怎吼？你若伫水产内底啊，即、这个、硫酸根伤过头侪，然后透气性无好，水分工啊控制了无好势的时阵呢，那么即个部分根就较容易即个受伤。所以你伫水产内底要下即个正咖喱，就爱相当的一个即个细致吼啊，比如讲你爱去甲曝残啊，你爱适当的一个即个打氮变化控制好势，啊那无伊就臭浪味就走出来吼。即、哦、咱啊有诶即个鱼吼，迄、哦、根水钓甲啊甲烤起来啊哪从即种。啊，金去凹掉这种啊，偏掉这臭龙皮、臭龙皮啊，这种诶，这拢含啥物有足大诶关系啊？这种拢含这个啊硫化氢啊，这硫化氢为对来，为硫酸钾、为正咖喱这个所在来，好、哦。所以你还是要注意者，伫这个啊水产内底啊咧用这个物件呢啊，这个、通常呢都爱小注意着哈。哦那么这个硫酸根的物件，会含咱土壤内底这个钙哦，会变作硫酸钙啊。硫酸钙是啥物？石膏啊，石膏呐，伤过头侪吼，比如讲硫酸钙呐，伤过头侪时阵呢，啊，这个土就会反硬哦，咱呢啊，较容易坚硬哦，这种啊，这个土会反硬，咱讲来讲叫做板结的归完。啊、这个打起的时阵，饮水过滤顺，啊，即马打起了呢，跟一张皮啊，顶立体哦，这种呢，啊，这通常都是伫一个这个啊，这个重点哦，这通常是安尼哈。那么一般呢，伫这个正咖喱用伫什么所在？效果较明显的吼，即通常就是讲啊，即、这个拄只咱讲的分油啊，即就卖讲啊吼。那么即通常就免过多的解释，但是就是讲啊，你用即、这个伫像即个有糖即种的吼，甘蔗啦，还是讲啊，即、这个甜菜吼，还是讲咱下一撮啦，伫即个西瓜园吼，西瓜园啊，卖伤济吼，咱配合即个硫酸钾吼，正咖喱即种物件来用，即西瓜的品质会变较好吼、哦。那么番薯吼，即、哦这个。啊，用一寡即个硫酸钾，然后配合安咖喱吼，啊，即、这个、马铃薯吼、哦，啊，蚵仔吼、哦，有一点啊，啊，蚵仔因为伫水底吼、哦，所以你那是伫伊那堵水的时阵，你都袂使用硫酸钾吼、哦，你得爱较买基准搭档有变化，你较会使用硫酸钾，啊，那无呢，蚵仔呢啊会变歹食，本来用硫酸钾，即蚵仔会较好食吼、哦，会较绵较 Q， 但是呢，啊，你那准讲即个水分控制了无好势，啊，等到呢得即反效果吼、哦，所以即通常是。安尼哈，
好，这个咖这两种大概你知影伊的一个这红咖喱啊，这上普遍啊，这正咖喱袂使用伫这啊，你用伫水产的时阵爱细致啊，其他这个这红咖喱吼，伫这个水果吼啊，将近成熟的一个这阶段啊，尽量会当甲伊小控制伊的一个用量，卖上过头济啊，咱会当利用这个啊正咖喱按两项小做者这个调配吼，啊这起来呢啊，伫这个在管理内底效果都加足好诶，吼，这纯粹就是啊，这两种咱上接去拄着诶一个，这个价位诶一个部分啊。过来搁一寡这价位吼，比如讲像这个消声价吼，消声价哈。喂，啊，这个消声价呢，伊有淡数，所以呢，你咧用的时阵都爱注意吼，就是讲你若是需要淡、需要加的这个时阵呢，啊，来用这个消声价效果就足好吼。什么物件，你果实都在咧大的时阵，比如讲像花果吼，哪瓣哪生，哪生哪瓣吼，这个时阵呢，啊，伊爱淡数，佮爱加吼，个别成熟拢爱加，所以呢，啊，伊这个用消声价就足好吼。啊，佮有一种是这个人参价，人参价、人参一价、人参二价，两个价吼，有诶讲一个两个价比一个较好，两个价呢，伊就比较比较坚性，即若喷药面诶时阵，就容易去伤着，所以你袂使用人参二价。一般来讲，咱咧用诶是人参一价、磷酸一价，就是市面上你常常听到啊，即、这个高磷价啊、高磷价即个物件啊，有价有即个磷，但是真正吼即个。啊，药啊会当较性诶，吼，最主要是即个磷，但是即个钙呢，钙诶存在会吼伊渗透也提高，啊，也去冻水吼，也算迄个药啊更加加速去性诶，所以你若即个高磷钙转药啊安怎转伤侪，即药啊缩。尤其个草莓上明显吼，草莓那是吃这个高磷钙加抓两遍啊，迄药啊呢改成叫红地都吃着迄种啊，等下咧定定啊，这种就已经是算一个复合肥料的一个这个啊，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当我咱好朋友呢啊，小来甲伊这个知影着吼，这大概是啊，这个道理啦吼，就是讲伫这使用的这个当中，你必须要呢小花去甲伊啊，稍微去给他了解一下下哈。那么啊、一般来讲吼、哦，这个啊钙、因为呢，这个伫作物吼、哦，也去累积啦吼、哦，会去啊，你讲钙落伤济啊，有出现着这个啊，去甲伤着啊，是安怎吼？伊也未钙也未伤济，去甲伤着，通常是去甲减着，这个机会较大。比如讲，咱落红咖喱落较济，落较济的时阵会安怎？会去甲减着，对吧？吼、哦，就是讲。啊，其实迄个时间吼、哦，加够超量无超量，但是因为伊个乙烯酯伤高会去甲减掉，所以一般来讲，咱会较容易发生，就是讲即个加较无够吼，比如讲啊，也缺钾落雨吼，比如讲沙地，啊、因为加呢也对雨水走吼、哦，所以通常会流失掉去，较容易呢啊，即、這个流失，哦、啊，即所以你若较沙地啊落雨，还是讲伫山坡地。啊，落雨了，啊，若不然，是该讲一分地六公斤的红咖喱吼，伫山坡地，最主要就是因为伊伫即个许呢，较容易流失掉，吼、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即个酸性吼、哦，酸性的即个土壤内底呢，啊，伊嘛较容易呢，即个缺钾吼、哦，比如讲碱分吼，碱、哦、分较重的即个所在，较海边啊，较海边啊，即个所在呢，通常伊碱分较重，碱分较重有可能就是即个钠吼、哦，啊，即、這个镁吼。哦钙吼，即个物件拢真悬啊，所以呢，钾就较无容易吸收吼、哦，所以即有可能啊，有时啊，伊那是高乙烯吼，比如讲咱伫一区园内底土壤的即个乙烯酯吼，盐分带较重吼，盐分带较重吼、哦，较咸，乙烯酯电导度较悬的时阵，钾食较袂到。啊，食较袂到的时阵，伊表现出来矿金醇，矿金醇就是缺钾。啊，实际上你钾敢无落，有落足济，但是为虾米食袂到？因为呢？迄、那个环境内底，吼、哦，乙烯酯，吼、哦，即、這个就伤过电导度较悬，伊食较袂起，哦，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尽量啊，你会当去控制土壤的一个即个酸性，啊、哦，卖伤过头酸，特别呢，袂使碱性，碱性即个钾也不容易来解即个吸收，因为伊固定，吼、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讲，会当有一个较济即个有机质。尤其一个即个含量啊较悬的时阵，伊钾就较无容易来解即个流失。啊，若准讲伫落雨哦，比如讲伫咱台湾较厚雨山坡地，啊，即钾较容易流失哦，所以通常咱需要呢啊少量多处的去解即、這个。
啊，去改这个补充，吼、哦，这通常是啊，这款的这这道理啦，吼、哦，所以这大概是咱伫咧用这个肥料的时阵特别爱去注意着，吼、哦。那么另外一个是咱咧讲的这个红咖喱，红咖喱，吼、哦，但是这是好，好，这个、最后吼，够一点啊时间，好，看大家小。哦，小讲者就是讲，这个红咖喱不一定是红的哦，因为呢啊，这个原因哦，这个原因是因为伊个杂质的这个、啊，这个关系吼、哦，所以你有当时啊看到啊，人咧卖吼，因为呢伊个可能是啊无同款的一个这个所在啦吼、哦，那么伊无同款所在来的，所以伊个氯化钾其实伊嘛是这个氯化钾吼、哦，那么伊的。有可能吼，有可能就无一个这个啊，就它有一个微量吼，并讲伊个红是来自一点啊微量的一个这个啊，这个铁啦吼，这种物件吼，所以啊，真侪人吼，这话唔知影，伊讲你看我这唔是红咖喱，啊是这上咱个看伊个茶啊是啥物，你只要甲看起来吼，那是超过50%以上的一个氧化钾含量呢，那么基本上应该。大概就不会是其他的物件，应该伊就是氯化钾，因为氯化钾这含量靠人安尼管。啊，伊红个红个，最主要的是这个氧化铁吼，即、哦这个含铁啊，这种诶，这杂质啊，又够一种呢。有一个是啊，较白色这种的吼，比如讲啊，这个有呢稍微比较白一点吼，啊，但是有诶啊，这个伊诶结晶诶时阵，迄个结晶水含量较。较悬吼，迄种话较容易潮解安尼，啊，即、這个淡色吼，所以红诶甲白拢同款，拢是即个氯化钾。不过就是讲即个红色，咱咧讲红咖喱吼，红色诶即个氯化钾是因为有即个铁吼，即种三价铁即个色，啊，所以通常伊即个较大粒吼，较白呢。啊，较袂安尼，即个淡色吼，较袂变质吼，所以这其实啊，唔是讲伊红就无好啦吼，所以啊，即种咱有个人讲伊可能是红的，伊就较无好吼，因为杂质，唔是袂使安尼讲，因为迄种伊个物件就是讲啊，伊个这存在颠倒吼，伊不容易吼，较无容易变质吼，伊个潮解较无容易啊，即、這个有伊个结晶嘛较好吼，整体你甲看起来通常，即、這个红咖喱个品质拢会比迄个白色个红咖喱吼，红色个红咖喱拢会比白色个这红咖喱个品质呢拢较好吼，所以你爱知影吼，唔是讲哦，迄白阿伯啊讲迄。红咖喱就是含铁，所以呢，还有杂质，所以伊就较俗。啊，这个氯化钾这种啊白色的这红咖喱呢，这得这个叫呢得，这种呢就较纯。有的人安尼跟你讲哈，啊，其实有差不差，讲真呢，哦，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啊，你用的时阵你唔当去忌讳，但是你爱知影吼，你爱知影讲。啊，这种物件伊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啊，就是讲你知影伊是这个氯化钾，吼、哦，这上重要的是安尼啊，所以免啊，的确得去追求讲啊，一定得爱啊，这个找这种啊，这个白色的这种安尼吼，就不一定要这样子吼、哦，不一定要这个样子。好啊，反正呢，这种呢啊，其实搁这个红咖喱，搁着这个正咖喱哦，硫酸钾哦，你有迄号诶名，应该是叫做白咖喱啦。哦，你讲伊正咖喱，它也不淡哈、哦、啊。但是你呐，总讲加你加淡啦吼，你讲用嘴去加淡吼，去加淡看卖，红咖喱真正会加较咸啊。硫酸钾吼，硫酸钾吼，白咖喱呢，淡起来较袂遐咸。哦，所以这应该就是讲，所以有啥物真济，咱啊有一寡好朋友讲啊，迄、那个红咖喱啊，咱用公罐是啊，无应该是讲伊叫做氯化钾安尼就好啊，吼、哦，这不见得是。啊，这两下吼，这拢这个最重要，伊拢是生理酸性吼、哦，这虽然是中性的这肥料，但是到你涂骹啊，涂骹同款拢会这个变酸吼、哦，所以加肥啊，适当的这个使用吼、哦，所以你唔免啊，一定得爱用这个姜咖喱。啊、我一定得爱用这正咖喱吼，除了混合啊较敏感以外吼，其他的这作物呢，实际上并不用特地吼，啊，但是你一定爱注意着吼，比如讲啊，你啊用伫这种这个许内底水产内底呢，你那是用硫酸钾吼，用硫酸钾呢，可能爱较小心淡薄啊呢，吼，其他倒是要个还好吼，这没有什么啊太大的这个吼。那么一般来讲，这个。
咱氯化钾含咖喱吼，会当含一寡这肥料配合啊来用吼、哦，那么这效果袂歹。啊，伫海边啊吼，这种呢通常那是啊，佫较袂一般海边那是透水性较歹，这种较少吼、哦。就讲、是、伊有一种啊，一种那种类似较早迄个海基海边，但是伊那种有一个啊较黏地迄种的吼，迄盐碱地吼，你若用氯化钾呢，伊迄氯离子吼无法度消失掉吼，所以通常啊伊会较容易产生这种的这个碱呢，这个问题啦吼、哦。那么反正呢，这个还有很多啊这些小问题吼，还、哦、你也当小知影者，这大概是啊这个道理吼。啊，如果你若讲钾要来喷表面啊。啊，氯化钾绝对是袂使，硫酸钾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呢，啊，咱喷后面的时阵，你单独呐喷钾上好是会当呢配一点啊钙，因为呢，这个啊，因吸收这个竞争，所以你个看咱给你推荐喷伫后面的一个这个啊，比如讲你做甜的吼，这种啊，这个钾较悬的这个物件，你讲钾上悬吼，红咖喱上悬60%吼，氧化钾含量60%。你甲喷看嘛，喷下就水超会大，所以一般咱通常会用这个磷酸一钾，还是用这个硝酸钾吼，这类的这物件呢，去改做一个啊，做液面的一个这种做后面的一个这吸肥，尤其你适当一点点啊，这个硝酸钙氮吼，啊含钾呢，就是比如讲像这个硝酸钾提来做后面，啊伊就是一个相当适当的一个液面肥，当然这种物件嘛是袂使伤过头济啦吼，那么这可能爱小注意着，那你的其实吼，大概就是讲啊，咱咧用这个红咖喱吼，这通常呢啊有三项作物吼，稍微注意一下，其他都无虾米款的一个这个啊这个应用吼，比如讲像这个薰叶啊吼，比如讲马铃薯，比如讲葡萄吼，葡萄对这个啊氯离子的这个过量吼，比如讲你红咖喱用较济，迄葡萄真正流啊较酸，啊你啊讲马铃薯吼，红咖喱用较济吼，伊的这个啊淀粉质的这个含量吼就比较没那么好啊吼。那么啊，但是你完全拢用硫酸钾有可能呢啊，伊嘛较袂啊点白吼，这个也很有趣哈。好，这个就是安尼，这咱台湾有一个这个。啊，有一个43啊，吼，伊是硫酸钾型的，对吧？吼，即最近阁有这种的一个啊，这几年新的较早无吼，较早咱啊，因为那是要用到47号吼，粉啊肥啊，粉啊肥呢，较有这种这个。净粉啊，因靠特别呢去注意到这硫酸根的这个用量哈、哦。那么其他的这作物呢，倒是唔免过多的这担心吼、哦。所以呢，啊，当然有个人会跟你讲哦，这有的偌歹，这个都爱用这硫酸钾，其实啊，真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啦哈、哦。那么这个底很啊，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啊，这个所在吼，一个足趣味的这个所在，这个那是伫啊，伫这种较红色的这种吼，较红色的这种这个啊，这种果肉较红色的吼，伊那通常用一点点啊，啊，这个氯化钾了，也显色会比较漂亮。火龙果，番茄，好。这种呢，啊，西瓜，啊，因为啊，不啊，西瓜不是绿敏感吗？啊，你都卖用伤济就好啊，吼、哦，所以呢，啊，即有当时啊，这种物件就是讲啊，量拢卖伤过头济，那么大概啊，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吼、哦，这是有关的，即、这个啊，这种氯化钾啊，是讲即个硫酸钾吼，红咖喱啊，是即个白咖喱的这问题呢，啊，当我和朋友呢，小做这参考，吼、哦，但是呢，啊，你一定爱。注意到吼，即有当时啊，啊，即个氯化钾吼，红咖喱吼，不一定是红的吼，但是呢，啊，伊嘛是有即个氯离子伫果树的即后边呢，啊，较末期的时阵吼，尤其伫末期，吼，就是讲伫要采收迄个中间，啊，你来当适当去控制着即个啊氯离子的即使用吼，即对着品质吼。真的是有正面的一个啊，有正面的一个帮助安尼哈，这是今日啊，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小可讲一下这种钾的一个问题啦哈。那么最主要的是讲，把它分别出来哈，分别这个红咖喱和正咖喱的一个药哈。那么其他这个硝酸钾、磷酸一钾啊，这物件呢啊，因为伊不是干那钾的这个问题，受影响哈，受影响，佮有含。
啊，含即个人有关，比如讲人生一家，一个含人有关，吼、哦，唔是干那纯粹家的一个问题。啊，消声家吼，一、哦、个有消声金，个含单有关，啊，这种物件呢，咧应用吼，就个无啥共款，吼、哦，即啊有机会咱个加减，吼、哦，咱个含大家来讨论一下情形，伫咧安尼，吼、哦。那么即当我咱好朋友，吼、哦，伫这方面使用当中。小做者，即个啊，做了解。简单来讲啦，吼，就是讲对即个肥料，咱也是啊，如知影吼，如简单讲，就是讲较贴啦，吼，我们了解稍微多一点点啊，啊，了解小可较深一点点啊，啊，咱咧应用的时阵吼，就不会啊去交了很多这种智商税哈，上面叫做智商税哈，即个来讲，你看我这白咖喱哈，白咖喱较贵，实际上伊也是。白色的这红咖喱，吼，啊，这有当这种作者伫市面吼，非常多这种情形，吼，这真侪啊，咧卖人呢，伊家己嘛不一定了解这款的这情形，吼。